选手们的出发位距离东南侧的出场区非常近，挡马门挡。各位女子，请你们叫劳拉佩里格罗。欧洲的选手在罗马，先穿配速比图半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挤在。最后中间一个人抢起来，日本的天元沙地也要从外道准备向前。刘春岛的选手在第一位，波兰的春沙春斯卡在第三，意大利的佩里格罗在第二，阻碍起来。刘春岛、意大利、波兰、日本、土耳其道，外侧的佩里格罗在配速上暂时拿他没有机会，没有办法完全击掉他。来看弯道进直道，挤压路线起到效果。最后，意大利的佩里格罗凭借着巨大的身材优势率先到达。